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片头，欢迎回到我们伊甸饮酒速戏生存哦。那今天的话呢是第64集，没有错啦。那上一集的话呢，我们不就是盖了这个东西嘛？没错，这个岩浆道路哦。然后呢，赤子兽好像被辐射者给打死了，节哀。好啦，那算了哦，没关系。那我们今天一样哦，要来解全成就。我们今天要解成就是这个，吃完所有麦块的食物哦。没错，大家也看到一些变化了。我装了一个模组哦。那这个模组的话呢，是可以让我看我还没吃过什么东西哦。对，如果我不装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完全不知道我还有什么东西没吃哦。所以这边大家就见谅一下吧。那这样看下来，我好像蛮多东西都没吃的。我的天哪，我们来看看可以先吃个什么东西好了。像是什么生牛肉之类的，好像都要吃一吃吧。对哦，荧光莓、布魔金苹果，天哎，太奢侈了吧。还有西瓜片，再来是什么毒马铃薯，是不是？我刚有看到，还有这个饼干，是不是？我暂时好像就只有这些东西哦。我们先来吃一下哦。啊，毕竟我们现在饱食度是满的，我们先来刷一下。我们好像不用自己受伤哎。来来来，重生毛哦，好久没有点它了哦。哎呀，这个东西的话呢，等一下，我有点怕我自己死掉啊。OK， 果然这样是不行的、啊。哎，不过没关系哦，我们先上上我们的装备哦，我们来去受伤一下好了。有了有了，饿了，天哪！来，首先是这个荧光莓哦，那附魔金苹果的话，我们最后吃好了。接着的话呢，是毒马铃薯跟饼干哦。OK， 毒马铃薯这个的话应该会中毒哦，对，会中毒。接下来就是饼干哦 ，Nice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来吃一下海苔干哦。走，我们去采一些海苔哦，好像也不用一些啦，一个就够了哦。OK， 有了三个海苔，然后把它丢到熔炉机里面，过一阵子应该就会出来了哦。哦，有了，海苔干，Nice。那这样的话，海苔干也有了，接着呢，西瓜也有了 ，Nice。再来的话，我们吃个蜘蛛眼好了。蜘蛛眼的话，我应该是一堆哦，而且蜘蛛会给那个中毒效果哎。对，有一个、哦，来，直接吃下去，哇，有中毒效果了。接着的话，我们来做个蘑菇汤哦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没有蘑菇哎。哦哟，这里有红色的哦，那我好像没有褐色的哎。我们来去一趟。地狱上层好了，因为如果去地狱上层的话，应该很容易就找到那个了吧，巧克力色的蘑菇哦。对，那各位观众，影片看到这里了，不妨来帮我点个赞哦，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1500个喜欢好了。对哦，那没错，这是一样应该也是轻易松松就可以办到了吧，各位观众。哦，有了，马上就有了，这边睡，只要一个就 OK 了。然后的话呢，像这样给它摆上去啊，有了蘑菇汤 ，nice。好久没有在麦块吃蘑菇汤哦，天哪！再来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做这个东西，这个叫、南瓜派，对，要糖跟鸡蛋哦，这个非常简单啊，有了。鸡蛋还有糖 ，OK， 我家什么食物都有哦。等一下，他又没有雕刻过的南瓜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没有雕刻过的南瓜，我家附近有吗？哦，然后我还需要一些生猪肉、生羊肉哦，刚好这边有一些，顺便来砍一下好了。对，哎咻，啊，再来是要一个烤猪肉 ，OK。然后就是我还没有找到那个南瓜哦，有了，才说而已，就在这里哦，太棒了！来，这里有木头，直接合格工作台哦，像这样，有了南瓜派，我玩麦开那么久，还真的是第一次吃南瓜派，我天哪！来啊、哦，接下来就是这些杂七杂八的肉哦，这些应该都要吃一吃才对哦，烤羊肉、生羊肉、生猪肉。啊，等一下，不要来打我。嘿 ，OK， 生牛肉 ，Nice。接着的话呢，等一下，我被小战士打了。接着的话，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个东西哦，就是甜菜根哦。我不知道红月这边有没有哎，这边好像没有。这边的话是马铃薯的样子哦。有什么地方有甜菜根啊？等一下，我们去之前的那个村庄看看好了，不知道有没有。然后这个饱食度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吃食物了，我们等等吃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把它给填满哦。哎，走，我们过去看看哦。那这边的话有甜菜根吗？
这个村庄好像没有农田耶。欸，对耶，这村庄没有农田耶，那怎么办啊？哇，芹菜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吗？还是我去找一下新的村庄好了，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哦。哦，各位观众，马上就有新的一座村庄哎，然后这个村庄也是没有农田的哦，怎么那么奇怪啊？都没有农田哎。啊，我记得了，我们的那个图西塔那边好像也有一座村庄，是不是？我们再过去看看哦。那个地方的话，应该就会有我们想要的甜菜根哦。走走走走走。哦，等一下，好像有点太饿了，先吃一个鸡肉哦。村庄的话，我记得是在哦，有了，这里有田吗？等一下，这里没有田哎，这个村庄是怎样？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哦，这边有田哎，这是田吗？哎，真的耶，真的耶，有田耶，有田耶。那这边有甜菜根吗？等一下，这是我不要马铃薯啊，我要甜菜根啊。雪地的村民会种甜菜根吗？等一下，哇。有欸，甜菜根可以交易是不是？我来看一下哦，这边应该要有甜菜根才对啊。真的欸，我把他们全部的农作物都打掉了，一个甜菜根都没有。算了算了算了，然后这个是怎样？这个雪屋有点酷哦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刚好这边有沉船吧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。对，这个沉船我好像还没掠夺过、哦。那如果幸运的话，应该也可以拿到那个可疑的炖汤哦。对，因为可疑的炖汤我们还没喝过、哦。来来来来来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有了可疑的炖汤，碎。哇，说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哎，天啊 ，nice。然后啊，这个是中毒的炖汤。天啊，算了、哦。我们要再继续再找那个、哦、甜菜根哦，天哪、啊！结果反而是甜菜根最难找哎，哇，没关系，那个到处飞一下看有没有村庄哦。对，有村庄的话，甜菜根应该就很好拿啦。啊，等一下，这又有一个村庄，等一下这个村庄会有吗？啊，我看到甜了，等一下，来看一下，有吗？甜菜根，啊、等一下。真的那个甜菜根的种子 ，nice， 哦，这有，是，天哪、啊！那这边有种好的吗？有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长满的哎，哇、哦，太棒了吧！有了，我们有甜菜根哦。那么要做那个甜菜汤的话，要做什么啊？哦，要那么多甜菜根哦，这可以，这很简单哦。那个村民借我一下你的木头啊。像这样给它摆上去，诶，等一下，哦，有了 ，nice， 哇，飞了那么久后，终于找到这个东西哦，有够累的，天哪 ，OK， 首先先吃这个普通的，那再来呢 ，OK， 甜菜汤，有了，那这样的话，比较难的素食应该都完成了吧，非常快哦，再来就是剩下一些杂七杂八有没有？这些鱼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直接到大海那边，然后把它们杀掉，然后直接拿它们的肉哦，对，应该不用钓鱼吧，没关系。我们现在刚好前面这边有一片湖哦，我们来测试看看好了。这边的话有没有一些鱼啊，对不对？给我生一点鱼啊。哦，有了，这里有一只，这是什么鱼？这个是生鲑鱼是不是 ？OK。然后这边我刚刚又看到还有哦，来，给我杀一下好不好 ？OK。有了生鲑鱼跟烤鲑鱼哦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还可以再解多两个了吧，对不对？有了，生鲑鱼跟烤鲑鱼都解掉了。那这个是生鳕鱼吗？这个怎么念啊？生鳕鱼要怎么拿？好像要再找一下吧。我记得它好像是长得白色一点吧？对，鲑鱼的话好像是红色的。来，找一下啊、哦，这附近应该会有吧？哦，然后这是什么大型地下洞窟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去我们家附近的大海找找看好了。啊，有了，各位观众，就是这个，找到了，应该就是这个了吧？来，一个烤的，然后一个生的、哦，应该是、啊、有了，对，就是这个，拿到了。来，我们赶快回家吃一下啊、哦！哎，等一下，然后这个是三小，为什么这里会有个介夫盒啊？走开啦 ！OK， 那现在的话呢，挥手，再来是烤的 ，OK。那这样的话，哦，还剩下最后一点点哦，再来的话是要热带鱼吧，热带鱼跟河豚哦。
热带鱼的话要去热带海洋，对不对？那我记得海底神殿那边好像也有哦，我过去看一下好了。想不到那么快就可以解完这个吃完所有麦块食物的成就哦，太棒了太棒了 ，nice！ 来来来，不晓得这边外面是不是就是哦？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对不起？哦，有了，这边应该是热带海洋了吧？热带海洋的话应该会有才对，我来找看看哦。啊，有了，各位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就是你吧，就是你吧，你就是小那个吧，你就是热带鱼吧？等一下，给我 ，nice！ 这样的话，有了，热带鱼，马上把它给吃掉，碎啦！果然在这旁边就是有啊，哇，这样的话呢，剩下兔肉，然后河豚，对耶，河豚哎，我还要找一只河豚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诶，这附近有河豚吗？你是河豚吗？你看起来不是哦。喂，等一下，怎么这有黏土大陆啊？然后我好像找不到那个诶，我们可能要用钓鱼之类的吧？还是我家其实有啊，可能要放一下箱子哦。然后在回家之前呢，我们去一趟中介哦，这样才比较顺路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去采下那个哥莱果。OK， 以我的飞行技术的话呢 ，OK， 有了，直接穿过来哦，天啊！哦，然后刚好这边就有一些了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直接采哦 ，OK。啊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挥手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安德，不小心看到安德啦。但是呢 ，OK， 我们直接回来了，完全不把安德放在眼里啊！我天啊！好，那我来稍微看一下我家的箱子有没有那个好了，有没有河豚哦？嗯，我记得应该是有吧。我记得哪里有了，等一下。这个地方绝对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应该会拿来用来做标记。好，没有。难道我们真的只能钓鱼了吗？天哪，好像也只有这个方法，是不是？来吧，开始我们的痛苦钓鱼人生哦。天啊，我终于钓到了，我已经钓了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了，我天啊，总算是钓到你了啊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好饿好饿好饿啊，我的脑袋还会再转来转去，天啊，等一下，有点昏哦，先睡个觉好了。等一下，哎，这个不能睡觉，哎，那只好等这个剧毒效果过好了，有够久的还剧毒饿，哎，我天啊。那现在的话就差这个哦，兔肉的东西了，对，烤兔肉、生兔肉跟兔肉汤哦。那兔子的话呢，其实我不确定要在哪里找，哎，对，我不知道这个山有没有，哎，可能要大概那个找一下下哦。这座山上面会生兔子吗？我记得好像是会哦，走走看好了。各位观众，一只。两只，刚刚才说而已，它就生出来了。来来来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过来过来过来啊！哎，它没有给我肉，哎，怎么这样啊？没关系没关系，这里好像还有一只，是不是？在哪在哪？哦，看到你了，一个人在那边一定很孤单，是不是？来，哦，这边又有，是不是？这次我直接用掠夺剑好了，算了，拿个烤兔肉 ，OK。哦，有了，哎，不对，哎。我真的是把他打死，他给我生兔肉，哎，也太酷了吧！哇，什么神奇的麦块机制啊！哎，你怎么又在这里了 ？OK， 怎么又是给生的啊？太酷了吧！好，那没关系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兔肉汤怎么做好了。哎，兔肉汤的话好像要用烤的，是不是？嗯，要用烤的话，那我们先回家好了。然后的话呢，先把两个拿去烤好了啊，一个好了。然后这个的话就先吃掉 ，OK。这样的话生兔肉就有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赶快，马上就要吃完全麦块的食物了。OK， 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哎，真的耶，它跳出来了，所以真的是要用这个。哇，等一下，配件也太多了吧？好，那我们还有一个的话，拿去烤好了。那兔肉汤的话，要棕色蘑菇、萝卜，还有烤马铃薯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些我都有哦。棕色马铃薯，然后等一下，胡萝卜好像没有，哎，哎，有，哎，这里到底在看哪里啊？那马铃薯的话呢，有这个地方哦，一堆。OK， 像这样。有了兔肉汤 ，nice， 来啊、哦，直接把它吃掉啊、哦！那再来的话呢，有烤兔肉，哎，等一下，啊，我的烤兔肉呢？哦，没事，它在这里。来吧，最后两个食物了 ，OK，
只要像这样，最后就是我们的附魔金苹果 ，Let's go！ 有了均衡饮食，哇哇！我第一次在麦块吃完所有的食物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吃那么多食物，我的人物不会撑吗？好啦，那今天这一集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帮我点个分享，不妨再帮我点个订阅哦。记得打开小铃铛。如果想要收到影片最新通知的话呢，可以加我的 DC 群组。那我是片头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各位拜拜。